你啊，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我的部员都很喜欢你。我都快紧张死了。元英郡主说了，你已经逐渐能够独当一面，提前让新任的人知道你才是六少主府的女主，这很有必要。那你就不怕传出去，被外人说你专宠侧夫人？我要是有这样的名声，就不会有别人再把闺女嫁给我。